高档，你看这是高档的5000块钱，这个是中档3000，这个是低档的2000块钱，厂家搞那个活动优惠的，你看一下。您这是给谁买的？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关伯啊，你这只狗也就是只土狗嘛，顶多值500块钱，你悬赏人家那么多，是不是搞错了？哎呀，花1000块找狗啊？找丢了，我都不舍得花1000。谢谢你好吧啦，不要老跟我提感情，烦着呢。我们之间早没感情了，好了，不要再打过来了。啊，请坐，请坐。首先啊，对于您狗的走失，我代表我们公司向你表示诚挚的慰问。其次呀，像你这样的老人，我们公司推出了这样的一份保险，一年也没几个钱，来你看一下，看一下嘛，这边都有介绍。哦，你买了是吧啦？哦呦，没关系，其实啊我还在做基金呢，来你看一下，这边都有介绍。哦，还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吧。我们基金是这样的，这个公司怎么样，这个怎么样，到底怎样啊？老爸，你丢狗的尸体吧。幸亏遇到我了。来来，老伴儿，哦，下来，来，你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，去来。哎呀，幸亏遇到我。这狗不错的了，要是别人捡到了，2000块钱都不给你了。我在家里对他比我儿子还好了。老婆，钱怎么算了？老婆，要拐到找我好了，什么狗都有。啊，你的狗丢了，我捡到了。没有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出来混的，最讲义气。你这狗啊，我当兄弟一样看的，放心了。大哥，电话。哎。少来这套，兄弟，那800年前的事
你跟他讲，不还钱我照样砍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谈正事了。老头儿，给钱吧。怎么的？哎，你下回狗丢了还找我，走走。安心的啊，关木。爷爷，听说你的开心不见了。是啊。我找到了呢。啊！哎呀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再见。再见。